们，我说怎么抓你们呢？我说大洋抓小绵羊的时候，我在等五秒钟的时间啊，那你们是和小绵羊呢，全部跑到那个白色的造型中啊，再回来。好，麻烦一分钟就安全了。如果跟我练，可以跑吗？都要跑到白色造型中，不会躲在里面。白色造型，我也要跑吗？他说：“带我来抓你们。”我跟我说：“他说带我来抓你们。”你们可不可以先停一下？我说带人抓小绵羊，抓小绵羊都不在白色造型中，就安全了。抓小绵羊开始，来，大洋抓小绵羊开始了。